阴暗的房间藏着一双眼，朦胧的火光是未熄灭的烟，有一个女孩躲在墙边，看喧闹的争吵重复扮演，缤纷的色彩已经好遥远，紧闭的窗外是无止境的黑，不知是一天还是过一年，他开始对着墙说话当作消遣。你说呢，我该往前走吗？你说呢，我能否战胜他？为什么当我紧紧抓住一段努力往上爬，却不敢落下？告诉他要走出这房间，别如他成为最平凡的麻雀。他展翅学飞，而世界是贼，偷走了脆弱的意志，重复轮回。你说呢，我该往前走吗？你说呢，我能否战胜他？为什么当我紧紧抓住一段努力往上爬，却不敢落下？抓住一段努力往上爬，却不敢落下。缤纷的色彩已经好遥远，紧闭的窗外是无止境的黑，不知是一天还是过一年，他开始对着墙说话当作消遣。